来了有一个系列呢，不断的引起家庭的纷争。那很多人认为家人是最亲的，他们一定认得出来彼此的特征。可是过去我们所尝试过的，比方说女儿尝妈妈做的菜，然后丈夫尝这个太太所做的菜，其实失败的比例非常的高。甚至好像还有举行过丈夫猜测部位是不是他的老婆，结果也猜测不出来。可是今天呢，我们要挑战这个底线，应该是他们不要再犯错了，因为我们要挑战的事情是爸妈是否认得自己的小孩。怎么可能认得啊？好，一共有五位爸爸妈妈来参加我们这个挑战了，欢迎你们。欢迎。有逆天轮的题目吗？不过说实在，因为我大女儿已经7岁，小女儿现在是5岁，然后每次我去学校接他们的时候，我压力都非常大，因为你就会看到一群穿一样衣服的小孩这样慢慢走过来，然后我对好像看到我女儿，对这样，不是，那那些小孩有注意到你的表情吗？他们就会觉得是阿姨是很和善。OK， 老大很难认，因为他们是穿制服，然后老二是穿便服。可是老大很难认这5个字，合法吗？因为老大已经进入小学，所以大家都穿一样的制服，非常难认。而且小孩都是绑这个，你知道两个啾啾。那你干嘛不给他绑3个？绑三个太突兀了啦！有妖怪，绑3个不会突兀啊！你是什么东西？哪吒。你是纸扎人吧？赶快拿去烧掉。这5位父母亲呢，他们今天要挑战的事情是康熙去拍他们的小孩的某个部位。这件事情真的对目前正在看节目的爸爸妈妈来讲，可能心里面也会在冒冷汗，就是拍部位耶。我觉得你们恐怕对伴侣的脸上有没有痣或者背上有没有痣都搞不清楚吧。而且其实不瞒你说，知道你们来拍之后，我这几天有特别关心兔宝哪里有痣跟哪里有 OK。 考题出现之前讲的越多，后来就越丢脸。是，没关系。所以你今天很有把握。很有把握啊。可是兔宝现在多大？1岁半。1岁半很难认。你刚干嘛硬撑呢？我女儿7岁、5岁，我都有时候会认错人了，何况是1岁半。所以我有点担心。我记得我那时候出医院的时候，就是生完，然后就对在那个要领小孩嘛，就是要带他出院，我就对一个小朋友说：“来，妈妈带你回家，兔宝乖哦。”然后就看到护士抱另外一个小朋友说：“哎，心理妈妈，这你的。”我就啊，那你是谁？就是搞不清楚。认错。对，那个阶段很难看出来。但他现在应该比较好认。可是下课立的会不会比较好认？因为毕竟是混血了。其实我看到他在学校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可以找到他。我就看到一大堆小孩子，我就我的是那边。我女儿，她也比他们高一个头，很高，所以就变得我就看就这个头凸出来，然后看起来白一点的那个就是我的。白脸的，我们都是黑脸吗？他的发色呢？黑色的，可是有铅一点点，没有那么铅。所以他走在路上，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混血儿吗？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大家就以为我有领养小孩，他会说：“哦，你有领养小孩。”我说：“没有，这是我的小孩啊。”所以他混到华人的部分蛮多。我觉得他比较看下亚洲人，对。可是看他跟别的小孩子在一起，其实比较快。如果他自己一个人站在那边，你看到会觉得哦，他蛮想画人。郭宗坤，你觉得你的小孩？什么部位是你最有把握的？是我比较记得的话，应该就是他的，我很记得很细部啦。他的右手这个最后一指这边有个小小的黑黑的一个凹痕，那就是一般妈妈也没有注意到。凹痕，凹痕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个凹痕？不是，它颜色不太一样，一个小窝那种。然后它就是会就是很特别明显。就是他那明显度是要很注意看得到，那就比较明显啊。明显应该说你随便看都看得到啊。因为我常常握着他的手，看着他，或睡觉的时候我就这样，他就把手放在我嘴里，或者是对，然后我就是陪他的时候，就是都会去看到他的手。他睡着的时候把他的手放到你的嘴里，或是脚，对不对？对对对，脚。有时候我们睡着了，那他睡姿很糟，那腿就这样伸来伸去这样子。你跟小孩是有到不熟的程度吗？倒是不会啦。他看到你是叫得出来你是谁吗？欸，对，其实都还没有叫。1岁半真的能够叫出爸爸妈妈？可以，可以，会，爸爸一定先。因为我带我1岁半的女儿去家具店逛，然后她就看着我老公说爸爸，可是她腿是抱着那个老板。
就以为他抱着娃娃。认知错误。对，还那个距离感没有抓准。可是起码他视觉辨认。视觉看得出来。那他看照片什么也都认得出来哪一个是？那你们的小孩也都看照片都认出来你们是里面的谁吗？认得出，女儿现在看电视也认得出，只是她上次有一次看到蔡依林的 MV， 她竟然说妈妈，我就想说，哇哦，那不是妈妈，那是 superstar， 她叫妈妈，我就想说，好开心哦，我还蛮开心的啦。我前天放巧虎给我女儿看，然后就是有一个是大猩猩，大猩猩，咚咚咚咚，就这样，然后就跑就说阿咪，阿咪，我说你说谁？就是他对着大猩猩叫我就对了，你不是说他看着猪也是叫你吗？他看猪叫我，我已经认了。你刚才话也太没有礼貌了。没有，是我记得他讲过这段话。有啊，因为以前比如说都会画画，我就画猪，然后就说阿米，我就算了。但是他这次看到大猩猩叫我，我真的还蛮不爽。你比较喜欢猪哦？猪也就算了，因为大猩猩真的是就是坐在那里，然后腿开开，然后手这样，然后就这样哎，我真的觉得超不爽的。是不是你在家都是做这样，然后很没精神？对啊，在家会这样做啊，看电视啊。我今天跟我老公还有我二女儿吃早餐，然后我跟我二女儿坐一排，然后我老公在对面看报纸，然后那报纸的背面就是那个刘德华跟林志玲，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你跟爸爸哎。”哇！如果是你比较有把握的部位是，它是膝盖旁边有一个胎记，可是还蛮浅的。我昨天就觉得很后悔，为什么你的胎记这么浅？就一般爸妈都很害怕。不用为了一集节目就希望他胎记很浅，认不出小孩真的太丢脸了。真的吗？我觉得你都没有认不出你小孩过吗？去接他的时候？没有哎，因为我的小孩永远都是不会在定点的，他永远都是上来节目，他也是一直跑。你看到一直在这边打转的，就是我的小孩。那米亚伦呢？你们家的那位的特色？可能是他手指可能会长一点点，但是我后来发现 Puppy 也蛮高的，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细部可能有一点像。然后他长一点是有比一般婴儿长那么多吗？就是大家看到他的手就会说，因为他的手看起来手指很长，比较大，手比较大，然后可能腿他们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比同时期的小孩再高一点点。每个小朋友的那个部位我们都有编上号码，所以等一下看到影片之后呢，如果认为这是你的小孩就说这是我的小孩。好，那如果有一个以上的父母亲认到同一个号码的话呢，你们就会猜拳来决定谁是真正的爸爸，然后揭晓答案的话就把那个小孩领走。养小孩再也不准领回来，没人领了就变孤儿了。好，所以第一组的这个三个小朋友呢，我们先看一号的影片。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蜜。这个很好认，这个好认。这谁呀？夜都好眠，我的小鬼。这个这是第二个还是第一个？这是一号，这是一号，一号，一号。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到了腿，你的吗？女的。然后呢，我们又拍了手臂，然后甚至连掌纹都有拍出一些。他手掌好像有一个特征哦，真的吗？然后还拍了背部，哎，背部好像有一个被蚊子咬的地方。然后他应该是女生吧，因为他头发好像是卷卷的。真的吗？是肩膀感觉是女生，所以大家都觉得刚刚那个是女的，是不是？我也觉得是女的。但不是我女儿，你女儿头发有长成这样的吗？没有，没有长成这样。也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会接假发吗？应该不会吧。我们可能有做一些那个障眼法的手段。你确定是他们的吗？手里面有一个黑痣，对。所以你要认吗？啊？你要是我以为你说是他们三个以内的，可是我觉得有点像我女儿。夏克林，那再给你看一次好不好？OK。OK， 可是我刚看了那次，我就是我。是吗？好，我们再播一次刚才那一段。感觉是啊。到底是谁？我的宝贝，宝贝，这哪位啊？那个脚，昨天在我的脸里面。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都
这个女儿手好长啊，手很长，手很长。我的，你们像宝贝，这是我的头发，对呀，这里。确定了，我也可以像宝贝。来，我的女儿，是吗？你们太软了呀！中性银瓷器满满，差点落入陷阱里。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莲藕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很像我女儿，然后最确定是因为她有颗痣，哦，她手上有一颗。所以我们的那个拍摄的队伍应该不会在别的小朋友身上乱涂一个痣。我他的手，他的脚，那个脚我常常跟他一样啊，那个脚就是晚上都是在我脸这边，对，也不是安静静的放在这里，不是是，对，是乱踢，不是我小，你知道刚刚那个脚掌看起来蛮稳的，就是踩在地上，很健壮。刚刚一号小朋友被夏克力认领去了吗？是，啊，所以是你的，哦，我觉得是我的，是你的那。这边还有人要吗？没有，还有人要。头发微卷是他的吗？对，细细的，有没有发现？对，很细，超级细。对，夏克力决定认第一号小朋友。好，那接下来我们播放第二位小朋友，二号。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难认哦。我的傻瓜，不确定，后来嘞？但是你讲了莲藕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很像我女儿。然后最后确定是因为她有一颗痣，哦，她手上有一颗。所以我们的那个拍摄的队伍应该不会在别的小朋友身上乱点一个痣。哎，有可能哦，哪笔就可以点啊？哦，有可能，因为他们有跟我讲说，他们一来就问我说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你要再看一次吗？就如果那颗痣是我们的障眼法，你还是靠别的东西可以认出来吧？因为他腿短短的，因为一岁半都差不多。对啊，我们家也腿短啊。刚刚有一个镜头是他站立在地上吗？好像有坐着。那有一段站立的，一岁半可以站着吗？可以。会，他现在很会跳，可以跳动了。可以啊，他现在好厉害，跳上跳下三根。一岁半会。嗯，你要再看一遍吗？好，好，我们再放一次啊。是吧？我的宝贝，过来，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非常像是点上去的，可是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个点，什么？就是他膝盖有个疤，因为最近呢，我老公出国，那我就一个人顾，那顾小孩很辛苦，所以他一天到晚要我抱，我很累，所以出门我就牵着他。你刚讲这么长，都在解释膝盖有个疤这件事吗？对，然后我就牵着他，然后一天我就牵着他，但我现在太累，我不想抱，所以然后我就顾我自己走路，然后我老公每次都说我走很快，然后兔宝就跟不上，所以兔宝就跌倒了。就流血了吗？就好像你还拖着他走吗？没有，我就把他拉起来。我就把他拉起来。对，然后心想，等我老公回来，那个疤应该就消了，他就不会骂我。所以应该是我女儿。疤是证明了是你的小朋友，对不对？应该是。那其他的部位像不像？
我自己觉得他没有那么胖，但为什么拍起来那么胖？难怪很多人都说我本人比较瘦，因为电视照起来真的比较胖。我觉得我没有比较胖，连婴儿也是一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下次如果碰到婴儿，就要称赞说：“哎，你本人比电视上面瘦。”对，要这样子。可是小朋友真的有跟妈妈体型会像吗？我有点担心哎。所以其实像我们家，我另外，然后我老公或者是我阿姨或我妈妈喂他都不敢喂太多，但是我最后发现兔宝有遗传到我，因为那天我妈妈弄米糕给他吃，但因为我妈妈都弄很小口，都很大，弄很大口，但兔宝最后来不及吃，他最后就是，比方说这是我妈的手好了，这是我妈的手好了，他是整个抓住我妈的手，把整个米糕塞到他的嘴巴里，然后阿妈就尖叫，因为咬到他的指。然后他就是那种吃东西那个欲望很强的小孩，就感觉随时都在饥饿。对，嗯，可是所以我有点担心。可是难道会因为爸爸妈妈体型比较胖，就故意立志要把小孩养成一个瘦小孩吗？嗯，我妈妈应该有下这个愿望。可是你年轻的时候不是瘦的吗？没有，我从小就胖。嗯，我从我小学二年级开始胖，可我老公瘦瘦，所以大家一直也希望他可以遗传到我老公，也是有可能啊。可是说不定先生胃口也很好啊。对，可是我现在就是尽量在的时候，都会尽量带他去公园玩，或者在家跟他翻跟斗，就是消耗他的体力，然后让他跟狗狗跑。对，我家有养一条狗，所以他运动量非常大，非常大。你们家婴儿跟狗狗赛跑？嗯，而且我们家的还跑赢狗，而且我们家的那个婴儿会欺负狗，就是狗。躺在那里，因为狗就已经累了，躺在那，他就过去那里，然后从狗因为长毛腊肠，他就从他身上抓一下，没有，狗不敢叫，因为狗知道他是小猫，然后抓完他就这样，然后就一撮毛掉下来。刚刚那个看起来还蛮温柔的，没有人要抢吗？不会啦，应该不是你的，直觉不是。OK， 真的吗？对啊，所以是你的哈，应该是我的吧？那就给你了，好给我，给你了，给我了。所以如果到时候揭晓不是你，要带回去养。二号，没关系。二号是钟欣凌要认的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位三号。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这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我的直觉，这个是我老我家小尾流。真的吗？我觉得也像我的耶。也像你的吗？对啊。因为那个手，就是每次我在吞的时候，就是那种看起来那种感觉。所以只是有手看出来吗？对，就是直觉吧，就是。还有那个吗？被顶在这里吗？没有吧，应该我觉得刚刚看到手背上好像有一点毛。手汗毛，然后好像那个皱纹处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好像是要擦乳。你小朋友汗毛有比较重吗？应该是没有。我的是，等一下，我的小孩是毛很多，他还有鬓角，然后他背上手指都还有毛。那个谈不上很多啦，就是有。其实我们家拍的时候有看得出来。你们家小孩有觉得皮肤有一点干吗？有，有一点，有一点。可是脚不像，因为他的脚好大。可是他的手很像，怎么办？抢小孩，无痕迹，怎么办？下身给你好了。你的呢？我也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有疤。所以钟欣凌，如果是刚刚二号跟这个三号，你要选哪一个？如果硬要选，还是选二号。Ivy 要认这个吗？哦，我已经两个很烦了。好，那如果三是你的吗？有可能呢。郭宗坤呢？是你的吗？我觉得是哎。哦，你要加入吗？吐了，觉得是，其实疤蛮多的，其实。那我们看第四个，好。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完蛋了。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手指好长啊，这个，哇，好瘦哦，运动员那个，肌肉哎，可是你看上你的背影哎。
郭中坤，刚刚那个是你的吗？嗯。等等，有可能。你们有没有交错？刚刚那个背部肌肉好像很发达。对，因为好瘦。发达就不太像我们家那个肥肥的。所以，如果是三跟四，你会选三？还有五吗？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不过我还是觉得三号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散发出来那种感觉。你觉得是三？对。然后 Ivy 呢？都在抢三号。我也觉得是三呢。我求了四号没人领。我觉得那是我儿子。现在是在吵架吗？哎，真的啊，我真的。难道是我们一起生的吗？明明是我的啊。哇，这个好精彩哦。照所罗门王的判决，就是要把小孩带来现场，他们一个人拉一边，看谁愿意把他拉回家。米亚伦当场认不出女儿，康永想要接手收养。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其实我觉得我女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一点，可是她的手没有那么粗，糙。弄错我们就带回去了，谁我没有要哦。刚刚那个字你想要吗？因为他后面太瘦了。OK， 先挑选吧。可是字的好动程度是不是很像 Ivy 的？对，我看他那么皮，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儿子。可是看他，对，是他刚刚就一直动来动去，应该我儿子不会乖乖的让他拍，对。可是看他那个背部的肌肉，又觉得不像我儿子，没那么白，他比较白一点。我们家儿子蛮白的，你们的白吗？我猜错了，我们家背后很干净，很白的。好，我家的都不干净啊。你老婆会大骂你。皮肤白的家长喜欢用这种形容词，就会触怒别的家长，是不是？因为他说我家小孩背很干净，这句话有点过分。我错了。所以你要认三。嗯。从头到尾都不是还有五吗？要看一下。有五。你还想看？应该是他的吧。所以 Ivy 认三。我觉得是三。我两个都三。好，有两位家长认三。是谁？那刚才四等于没有人要认嘛？哈。OK。那我们还有五号哦，我们看一下五号小朋友是。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的好梦，一个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希望这世界。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模特哎，对，很性感哎，他有倒三角哎，怎么可能婴儿会倒三角？对，他是我的，我看到婴儿空口水是正常的吗？有一点肉感，对，就看得出来像男模的身材，那是我儿子，是你儿子吗？对，刚刚三号还给你，三号，对，因为我看他那个背跟，就是他十个月就会走，所以他的腿有点 X 型。遗传爸爸，爸爸也是十个月会走，所以他有的腿不，人家一般是 O 型的，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那个腿我确定是我儿子。OK， 所以他还好，妈妈认得他了，好开心。不用，我们还没有揭晓呢。对，对，对。哇，你万一你现在这么笃定，等下认错怎么办？哦，那应该是啦，应该是三号，应该没有你要认的吧？我知道了。就是到手后来四五都很像，很比较细长的手。你刚有对几号心动吗？五号。五号，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我女儿的那个大小，她手什么东西都也像啊。那你小孩子跟我的小孩子是差不多一样年纪啊？你确定那不是你的吗？你女儿有三角肌吗？可是他蛮瘦的耶，那腿不是。对啊，他刚那个背是三角形。对，他讲，他说这个动，他说这个动作就很容易有那个。哦。他可老外，你要不要五号？五号你要不要了？我不要。
乖啊。我们还有三个小朋友。哎呦。好。还有三个小孩。对。是我的。我们要继续播放那个小朋友的谜题的画面哈，我们先不要揭晓。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谜题。我的宝贝。好大人，这次不是白毛巾比较好认吗？这真的是长大了，长大长大，脚好有细哦。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不要回家了。刚刚那个大概几岁啊？这看起来很像六岁。他脚也有戏，手也有戏，他大很多。手可以这样子掌握节奏的话，表示蛮大的，很像五六岁，真的。对，不是你们任何一位的，是不是？不是我。可是他的，看到他的脖子也像我女儿啊。所以刚刚那个第一个跟这个的话，你会选刚刚那个是不是？我应该会选第一个，对。第一个。那尼亚伦这个可能是你的吗？不像，他太好大人的好大小孩的手脚灵活度。真的。我们来看下一位小朋友的影片。什么又是白毛巾？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好像芭比哦。哎，这些怎么都是少女啊？好像女孩子啊。头发也是卷卷的啊。对啊，芭比的头发。我放弃了。没有那个，这个有点像你女儿吗？那个我觉得不是。可是她手上有很多蚊子的疤还是什么疤哎？她没有那么多蚊子的疤，现在。所以不是你的。以前被叮的，现在没有。然后这也不是尼亚伦的，结果是兔宝。她没有。尼亚伦，你到现在为止都已经七段，你没选一个哎。她先认了。对啊。都不像。可能都有一些一点点地方，对，会有一些地方。背下有一点点那个异味性皮肤，刚刚那个有一点，有啊，对，可是他的手又不太像，他脚有点像。其实那是巧克力，不是你在那啊？像我在这里面，所以你怀疑我们把不同的小朋友剪接在一起？我真的怀疑，我说从第四段开始我就很怀疑，不是我弄过敏。我甚至认为他们刚才跳针呢，就是是不是有重播到前面？对啊，应该有重播吧？我可以再看下一个吗？最后我们还有重播，对不对？还最后一个，所以还有一个，如果尼亚伦还不认的话，尼亚伦小朋友就缺席了，对不对？没有赶上拍摄那个，根本没来。我们看下一位小朋友。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证据是他的手指的那个比例，可是怎么看起来这么大呀？镜头会放大。这三岁的小孩的手都很像哎，刚才那个很像大人的手，对，可是好长哦。对，可是我可以给你一个特权，就是刚才你的小朋友的年龄层一共有三位小朋友被拍摄，对，所以你现在目前是觉得第三位比较像，可是你有想看第二跟第三都有点像，因为那个背。二要再看一次吗？二好，再看一次哦。好，我总要选一个吧，怎么都不像，怎么回事？好，刚才那个倒数第二个的，我们再放。哎呀，我眼泪都出来了。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
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跟第三个，哎，真的有点应该是。好难啊！沙克利，这个不是第二个，不是你的。我看他的头发后面也很像啊，都是这样子的。然后都没有重复放给你看，这个还是最后一个，都很像。那跟三也像，可是我觉得三可能比较。我们两个很难哦，因为小孩子是女生，一样的年纪啊，都很高，所以就变得哇。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女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她有一点，可是她的手没有那么粗，好。因为他就是最近皮肤有点过敏，所以我每天有帮他擦油跟乳液，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那么干一点点。所以你要选最后一个。我选最后一个多一点。弄错我们就带回去了。是，我没有要哦。他只是吃饭不乖，其他都很好。女儿超贪吃，周心凌当场暴怒。譬如说问他，我自己会吃东西，他也跟着我吃。然后就吃完东西，我连吃冰棒他也跟着我吃。然后我吃那个可乐果，他也跟着我吃，他就一直吃。包括我连给狗狗吃的那种营养口粮的小的，我如果丢给狗狗，他就他就。我建议大家去广场，因为鸽子比较和平。很凶，会啄他吗？鸽子饲料不好吃，我不会这样养小孩。乖，很难喂，喂两小时就仙女啊，大家都喂两小时吗？你说我大概两分钟，对，你们怎么？觉得我女儿跟女儿当朋友，就她，你女儿不会是很好吃？你女儿不会是粥还炖在这边，她就啪，把整个碗都吞下去。而且有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兔宝还跟着吃，所以兔宝一直都在吃，因为我一直都在吃。你是有很多零食可以拿来吃。对，就是譬如说喂完它，我自己会吃东西，它也跟着我吃。然后就吃完东西，我连吃冰棒它也跟着我吃。然后我吃那个可乐果，它也跟着我吃，它就一直吃。所以你说你家小孩也大吃冰棒啊？可是它那个是那个很纯天然果子做的冰棒。什么天然果汁做冰棒？包装上面写的吗？对，真的，它就是纯天然果汁。包装上面写天然果汁做的。真的啊，就大家一定知道，现在外面有卖那种那个给压冰，不是奶油的那种，就是譬如说百香果汁下去弄的。那都是色素哎，那个都是塑化剂吧？对啊，那个方便你也相信？对啊，糖浆。对啊。很多，我也长那么大了。便利店的果汁，很多人说100%原汁，你知道吗？我那个我不会，那个让我很生气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啦？我去买，我要买100%，我要买尖尖的锅，都写100%，都不是啦，买回家都是那个分类的，我就把那个哇，气死了我！要买一个小孩子一个全东西都写都可以写我100%，这个冷掉。你如果健康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榨果汁给他喝呢？可以啊，可是有时候你在外面啊，你要买啊，我刚刚去买一个，等一下我就买一个六寸，然后等一下就那个杯子，然后在外面，不行啦，对不对？他怎么说在外面？六寸，这样这么大，你还不大给他女儿？他必须在外面买，他刚刚在演说他不可能在外面吃。对对对对。去那个餐车买那个柳橙都演出来嘛？对啊，然后呢，柳橙寂寞这样，他有眼泪。谢谢你翻译对，谢谢你。这个牌子的翻译机真好用。哎，你再讲一次，你是说真的让他随时随地吃零食吗？嗯，就是我们吃，因为他会摇八叉，他就是那种什么，他会饿也炒，饱也炒。饱为什么要炒？就是摇八叉，就是他会觉得，譬如说我们如果吃东西，他就这样他想要参与。对，然后就我们会给他吃，包括我连给狗狗吃的那种营养口粮的小的，我如果丢给狗狗，它就它就一样。但是我会选过，就是真的太油炸了，我会给他吃。等一下，你会给他吗？狗食你也给他吃吗？不是，狗狗我们给他吃那个营养口粮小的那一种，所以你一丢的话，它会立刻跟狗去追的。有一个丢三四个，我就看他趴下来跟波波一起，然后再捡那个的，我就托管在干嘛？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给他。但是，你们家狗就是，再让我整理一下，要拔它毛，要抢它的
放食物，就是这样。可是他也知道要分享，他自己吃东西会丢给狗狗吃。小孩可以跑步赛过狗，就是因为抢食物吗？是，就是他就撒出去，然后你们小朋友跑得比我其实要给狗吃，我怎么知道兔宝去吃？因为你万一带他去公园，有很多其他的主人会带狗出去散步。万一有某个狗主人一丢饼干，然后你女儿扑过去，可是跟他竞争的狗是一只超级大狼狗，哎呦，那他可能就是会输哎。可是没有他狗。我觉得你带他去广场啊，因为鸽子比较和平。鸽子很凶，会啄他。真的吗？连抢鸽子都会抢输我。跟羊抢。而且你如果把鸽子的饲料放脸上还得了？那全部的鸽子都会来。对，而且鸽子饲料不好吃。我不会这样养小孩啊！不要再讨论这个，我会分开。我这是让狗狗吃。还有人喂天鹅哎！那有人去。日本有人喂锦鲤。好，现在呢，夏克利所认的第一位，我们看看这个小朋友真的是谁。为什么露出脸部以后，感觉他没有那么好可能，感觉很比较小，对不对？对，被骗了。看到你的时候，真的是对，好难哦。因为他的脸真的很大只的，你女人那么好认，你竟然认不出来哦。而且你从头到尾就一号哎，那一号什么证？你很确定？因为我看那个后面那个头发什么东西，就觉得所以女人可能没有人认呢。这样，可是我觉得没有人带他回家。五号、六号还有可能，还有七号。早知道接下来是钟欣凌，你认的喽，啊，所以他应该就是拍摄的时候是在吃东西才会那么愿意被拍吧？嗯，因为听说，因为他去看到陌生人他就狂哭，然后最后听说是他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吃什么？就吃虾味鲜吧，对，吃虾味鲜，吃小朋友虾味鲜，是靠吃来镇定他，对，就这样。因为很好训练，应该是二号。第二位小朋友到底是谁？像会抓狗毛啊，他好厉害哦，也不会踩狗啊，看起来多温强啊，温柔的小朋友，看起来没那么会吃啊。目前呢，夏可以答错，可是你答对了。嗯，好，那下一位就是有两位家长要争的嘛，哈，好，到底是谁的小孩？就是像，就是像你还是柯以柔啊，其实我们都蛮像的。Happy， 哎，不像我，我还好。不是，你干嘛抢人家小孩啊？没有啦，还是艾比刚刚是不是有说另外一个也更像你儿子吗？对啦，我刚刚说了，我说三号不是，是五号。哦，你有五号，更不是哦。所以接下来这个第四位是没有人要认的，对不对？啊，没有人认嘛，哈，四号没有。好，我们看看四是谁。谁的？灵眼，灵眼，不要称人家灵眼，人家不是用这个做吉言。真的吗？哇，那我就发了，而且他又到三角哎，哇塞，他真的。
他应该很受欢迎哈。他很有女人缘，对。他现在开始知道女生这件事了吗？知道啊，就是上次去朋友家，然后我们晚上一起洗澡，有四个女孩子一起在大浴缸里面泡，那四个抢着帮他洗澡，然后他还不好意思，就是四个人帮他刷背啊，有的就是洗脸呐。哇，这么小就什么酒池肉林？他整个很嗨，可是他又有点不好意思。我很少看到小孩有这么浓眉大眼的感觉，而且他眼神感觉就不是一般孩童啊，这是桃花眼哎，是真的吗？接下来的这位就是没有人认，没有人要对，这个手是这样子的吗？现在你已经退出，你已经 out 了，不要再跟我们玩了。好，我们看下一位。这么可爱小孩没有人要领吗？真的啊，来来带回来，带带回去了吧。哎，我看到那个动作，我也觉得 OK。可是她以后长大应该也是很漂亮，漂亮啊！现在她的眼球也翘大，她的眼球就是看不到任何的白在里面。那她是说中文还是英文？她会讲，哎，讲英文比较多，然后她的中文是我的中文，所以完蛋。哇！到目前为止，应该就只剩下尼亚伦的还没有揭晓。我们还有两个嘛？对。然后你要认最后一个，对不对？对。所以下一个应该也是没有。因为应该是另外一位可爱的小孩，另外一位可爱的小孩。好，我们看下一位。角度拍很有趣，好可爱哦！哎，为什么穿上衣服之后好像辨认度比较小？哎，我觉得看起来穿上衣服变小朋友，变小朋友。对，刚才只拍手脚的时候好像比较大，对不对？对，尤其手指好长，所以表示尼亚伦也答对了。最后一个真的是他们家的哈。来，我们看最后一位，这有抱枕。好像杂志的模特哦，漂亮，好日系哦，对，准备好要上杂志了，那个眼神还不错哎，通过测验的很多啊，这个下课率比较，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每天陪他玩四个小时。而且下课里还是每天跟他女儿玩很久，对，而且他都下课到睡前都是他玩，对，刚看起来跟那位小朋友玩，我也跟他玩啊，有时候我跟他玩比较多，玩。玩大概要跟他玩多久他才会累啊？他不太会累啊，他都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然后要把他放进去睡觉他也不想睡，所以要怎么说服我很羡慕他的精神，要怎么说服他去睡觉？对，要跟他讲，要准备，要都要早跟他讲说，哎，半个小时后就要睡觉啊，所以现在五分钟后要刷牙，因为你突然要说现在去刷牙就不行了，就到大翻脸，对不对？还要先铺路，要都要啊，要从五分钟的这个，或者要去洗澡，跟他说好，我们洗澡，因为洗澡是很特别，洗澡是不想进去，我不想洗澡，不想洗澡，一进去不想离开，不想离开，你不是不想洗澡，你真的不想离开。好，进去之前不想洗澡，对，进去之后不想出来，然后他就会生气的骂他说：“你进来之前说不想洗澡，进来之后那种不认听懂。”我只是不知道最后那个啊是爸爸还是女儿，就是应该是两个一起。OK， 所以呢，今天还不错，就是通过考验的家长占了绝大多数，然后。各位的小朋友看起来都眼睛有神，非常漂亮，恭喜你们！希望下一次还是可以通过测验，谢谢。